今天啊，既然这二位老师也做了展示，而且也说了，也现在有很多的优秀的学生，对，得意门生有没有来、啊？对，今天我们来了一组，啊、对，应该说我们应该是最得意的一组，哦、最得意组、嗯。那这样，我们把这个吴老师的两位优秀的学生啊，请上的舞台，我们掌声有请。还真觉得是有点复制二位老师。二位好，二位也先跟大伙打个招呼，好吧？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龙云霞，来自广州。各位主持人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李梦楠，来自辽宁大连。啊，欢迎梦楠。那今儿来了，先别说别的，给我们带没带一个节目来？有的，有的，办上了啊！什么节目？不告诉你，不告诉谁让我们猜是吗？看了就知道，带着我们民族风格的，带着我们民族风格的，进上芭蕾。好。